今次会同大家介绍 Every Garden 新功能，用户可以直接使用智能装置相机扫描 QR Code 开启课件。如果家长已经登入咗 Every Garden Apps， 好简单咁直接用相机扫描 QR Code 就可以开到课件噶啦。而家我哋就示范一下个步骤系点样啦。小沙粒找朋友，小朋友，我同你哋介绍一个特殊嘅朋友，佢就系为咗令小朋友有更好嘅观看体验，我哋建议家长安装 Every Garden Apps 导览课件，大家快啲试下呢个新功能啦！